It's 11 p.m. and I'm in the mood for some 烧烤。老板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来一份玉米。好的，玉米一份。两份土豆。好的。三份豆腐。好，三份是吧？嗯。四份四季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请问还需要什么吗？还有一份炒粉。好，一份炒粉是吧？好的。好的好的，好，先你先去做一下哈。哎，美女，要吃辣吗？要吃辣的。要吃辣是吧？微辣、中辣还是特别辣的？微辣的。微辣的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你们是怎样开始做这个烧烤生意的？这因为以前的话一直都是在工厂里面做事，然后的话后面做着做着就想自己出来做点事情，然后自己创业，然后就做点小生意就开始了。非常好。老板买单。美女你好。多少钱？一起37块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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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